当阵成为热门，睇睇佢点跑。一出闸时候，出得几齐下喎！见到咧外档呢个真威咧相当快带出嚟啦。再跟住咧有马万宁喺外档第二位，然后拍住咧三四位有啲嘅计划同埋啲够晒赢啦。跟住就金威啦，嗱埋烂只马上得好快，就系呢个嘉桥。嘉桥后面嘅灰马咧就啲尾好细噶，咦？嘉桥呢度赤赤啊，褪到喺后面啫。睇翻后面嘅次序嘅马有必二星啊、绿野神驹啊、包尾一对咧就系嘉华同埋呢个智多宝。跑啊！大概咧四百零米路程嘅时候，真威抢一头噶啦，跟住咧见到丁冠豪咧揿住扯住，系咁慢慢放噶。马万宁第二位，然后咧见到个够晒赢，困住第三位嘅内栏嘅，跟住隔篱有啲啊计划计划，后面嘅马咧有金威啊，哇拉到头恶恶，嗰只咧就系呢啊嘉桥同埋呢个美好世界啊，大概当见到必二胜告东嚟，冇人上我上啦，上到嚟第五位添啊，啱啱入镜头就系绿野神驹啊，包尾一对马咧仲系呢个嘉桥就系呢个智多宝同埋呢个嘉华嘅，转紧弯嘅时候咧步速都唔系好快嘅啫，见到真威。仲系占先啦，大概一个马位，马万宁啦拉出外档啦，追住佢噶啦，然后大外档就有啲计划计划，后面就必二胜埋栏咧，够晒赢，然后灰马尾好细噶，再跟住咧见到咧金威骑紧噶啦，绿野神驹仲喺尾二位置，包尾咧就系呢只系嘉华同埋智多宝，一转入直路嘅时候咧，开始见到呢啲马啦加速噶，见到真威仲喺前面啦，马万宁啊追紧佢啊，第三位咧就系见到计划打落去反应麻麻地啦，够晒赢困住喺个内栏第四位啊，外档就必二胜，去到最后百零二百米路程嘅时候，真威仲喺前面咯。马万宁越追越近噶啦，够晒赢嘅时候先至有空位拉咗上嚟，最后位去到最后一百米路程嘅时候，真威仲系尖尖少少，马万宁嘅呢个就我都系够晒赢，亦都追唔切，结果影相咧真威赢咗，第二马万宁，第三够晒赢，够晒赢真系可惜嘅，呢度俾人挡住咗啊，冇路上追迟咗。但系佢尾嗰步追得好劲下噶，佢而家都输咗成个几两个马位噶啦，同呢啲咁强嘅对手，呢几步好犀利啊！一步一步咁。终点太近了，真的争一步，赢了个 fit 字啫。爆冷门的就是真威第一名，首号马真威独赢派得302.9位。